你好，你好，今日是上年期第31主日。福音记载一个你一听个名字你会记得的，闸海 Zacchaeus， 闸海。这个人呢就住在耶利哥。耶稣经过耶利哥，这样很偶然有机会接触这个人。在耶利哥这个人很出名，因为他是一个税吏人。出名是因为他是一个公开罪人。当耶稣决定我要去闸海的家在那里吃饭的时候呢，当然耶利哥的人不多高兴，问这个耶稣这么好人、一个墨西亚的话，怎会跟闸海那些人会一起吃饭。我很想跟大家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面，多数是越有名誉的人的，越是公众人物的人的，越没有了自己的私隐的生活，或者他初初觉得很得意，是要赚到些钱，但慢慢慢慢他会发觉到是都是一个束缚，即是说私人的生活是很神圣的，只是天主和我可以看到清楚我的生活。但是呢，在现代的社会，这么多媒体，这么多传媒，将我可以很快很快变成一个公众人物，我的私人的行为都是很快很快大众都会知的。走在大街上，一张一张空洞的脸，走入人群中，一颗一颗冰封的心，灵魂锁在躯壳，一片孤寂。你轻唤着我，你轻拉我手，牵我慢慢走出去。你的温暖，你的微笑，融化冰冷的心。找到了自由和生命，因为你我在幽谷中找到希望，因为你我在完美的爱中找到了自己，因为有你爱在完全，因为有你我在这。我们要记得，就算我们用传媒，当那个传媒我们觉得是过分讲其他人的秘密，即是我都应该有一个良心的良知的一个抉择。为你我放下了包袱与挣扎，因为你我勇敢大步地走出去，因为你我愿意伸出手触摸冰封的心，因为有你爱在满
全，因为有你，我们在这里。